很多人呢都会吹口哨，但是能够登台吹奏乐曲的却很少见。接下来上场的是一位口哨女孩，她七岁的时候跟随亚洲口哨王曹庆月学习口哨，曾在日本、美国等国际口哨比赛中获得少儿组第一名的好成绩。请欣赏她带来的《蓝色多瑙河》。